你明明知影我是咧烦恼啥，我知影你咧烦恼嘛。啊，不过咱唔是拢计划好啊，而且妈妈讲会保护我。超越，佮一定要你做你，这人骗我江大生，妹为甚物死到十四万怎？妹，我绝对袂予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。 我再讲哦，你是我一无简单才约到的查甫人呢，我哪有可能予其他的查某有消失的机会？啊，至少这世人应是无这可能啊。哦，原来我的新娘啊，竟然这么阿爸，哦，安尼我开始惊啊。哦，会惊着吼。飞弟，今麦你是？ 无反悔机会哦，江超越，我是无可能反悔。我这世人拢心甘情愿做你江超越无路，而且两个有足侪愿望还袂做完成呢。头一个哦，就是爱甲咱的小王子生出来。 那呢，陈先生，你今嘛跟文艺陪陈太太做会放天灯，甲天顶的爸爸讲，明仔载咱要结婚的消息啊？嗯，放天灯，哇！爸，你的天灯。 我绝对会放袂记的，请你放心，我伫尽全力保超越，请你的天地，万念保庇大家平安顺利。 多谢你啊！哎，啊，恁手续规个拢办好啊，超越正式变化新盘。 水呀、啊！安尼啊，咱陈家正式又搁加一个亲人啊！一二三，来！哎，换一个姿势哦，大家笑一下，笑一下！来来来来，三二一，cheers！<笑> 客家，咱做一起去哦。哎，咱继续哦。哎，小雨、超越，你拢结婚啦？金金金子嘞啊！金子，啊金来啊！客不客不，你买单。好好，来哦来哦，一二三。 还过来一张，一二三，明白明白。江家子孙的喜事，既然连我这江家主人都无邀请，安尼恁江圣公是一个好亲家。哼，江德兴，你最近是做啥物道理喏？啊无那什么喜事啊，拢要去插花啊，想要转运哦？ 啊，搁有啦，人喜事是红色的炸弹，啊，你囥真侪炸弹，要共爆死呢！你看地当的啊，因一家伙哦，真正迄喜事啊，才怎啊变丧事呢？有影是效应失调啊！你哦，真正是无礼貌啦！
让你白活遐尼啊久。无怪啦，你行到倒位哦，哪有人甲你背谈背暖？你应该死好。凊彩你安怎讲啦？话题吼，大概你拄着我，就甲泼好水，我很惯习惯习啦。啊，不过今日哦，关系到阿我啦的终身大事啦，这我是一定要管。很荣幸，朱丽萍，恁搞个好声音团还是啊？即马搁想要抢我的查某孙哦？我人抢走你的后生，甲你的查某孙啦，是你家己自作孽的。声音团甲阿冠的在离你愈来愈远，音团已经为你死两遍了。感觉你真是讲爱让阿冠啊，永远要来离开你，你知影甘愿清清是无？你敢点去啊？你嘛是害死音团的凶手之一咯，你无够格，提起音团的名。上届无我这边，我宣传着音团，让伊无带着遗憾来离开。我嘛会当对得起我家己，颠倒是你嘞，你嘛无想讲吼，要伫咧百年后，见到尴尬的祖先，你还头搭袂起来？我可劝你即马赶紧回头，凡事无定，还阁会富嘞。你阁好意思提起尴尬的祖先？你身为尴尬的新妇哦，无好啊操持这个家，还尴尬的囝孙，死的死，倒的倒，一个家啊，无亲像一个家。我还袂甲你算账嘞，你这个家根本早都唔是已经假啊啦，是一个魔困。我跟你讲，我早晚会离开啦。你你敢动手，你就知死。我跟你讲哦，金马超越哦，是我的宝贝新妇啦。啊，那客户哦，就是我人生中上加重要的贵人啦。而且伊个个一个身份。是亲家嘛？为着因两个哦，就算讲爱我，摕我这条命，甲你赔，我嘛甘愿啦。你毁掉你家己的家哦，那是恁家的代志啦。啊，不过我绝对袂让你破坏超越啊，还有小雨的幸福。你这戆查某，甲你加讲一句话哦，我会减我的血仇。阿我啦，我最后搁再问你一句话，你是不是真正要甲我作对，甲陈文瑶结婚啊？我已经是文瑶的太太，是等家的人，一世人拢袂改变。既然你无爱插我就来阿公，安尼以后我就甲你当作花出去的水，无你这个查某孙啊！无咧稀罕啦，江道生。为着替你暗藏秘密，结果害我一生活伫咧自责、痛苦的日子。到到这来啊，我彻底已经觉醒啊！我要甲你切断所有的关系，我要甲你离缘，包括阿爸也同款，要甲你所有的关系拢全部甲切断。可怜哦，吃到这个岁数，要让离缘，以后衫裤都要家己洗呢。啊，洗衫机你敢会晓用？饭菜好哩。江生啊，你想要创啥？今仔日小可炒个更好日子哦，我无想要当庭歹看。来找你哦，话讲出嘴。你就不能后悔。
你是不是当幸福？买阮总裁讲了，叫我遵守。阿公，你是从啥？你是安怎甲阮抱来遮啊？你真是啦哦，阿公哦，要替你搭舞台啊！等一下哦，你就是这舞台上唯一，而且是上重要的女主角啊！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个好意思问阿公哦？你竟然为了陈忠贤迄阵人，想要甲阿公切断祖孙的关系，你哪会变到这无情啊？所以啊，阿公哦，就放下对你的寄望，人砍唔惊，鬼砍国国惊。安尼哦，你得好好留等另外迄个空间吧。哎，你要做啥？你到底要做啥？免惊啦。你即摆无气力，那是真正常代志。啊，讲完全做分数了后，你就无感觉啊。哼，莫阁替你家己找借口啊！就算讲我无甲你忤逆，你嘛同款会对我下手。你就是这种死道友，无死病毒。无情无义、自私自利，你就知了。六亲不认的人，你这个死杂鬼啊，是到年条，是搁这硬？哦，等一下哦，列文，我就去代替我已经背去唔该倒位的两条魂，当我恢复法力了后，我就会当甲朱丽萍拼一个输赢。当我把朱丽萍解决了后，提着乌车，这世界就是我的啊！到时阵，全世界人拢会唱歌，你喊我一声阿公，无差你一个啦！你真正就想要做王的呢吼？你的心哦，真正大过牛市。好啦，就算讲啊，你会当打败阮妈，啊，你敢确定？乌切，愿意对你这种不仁不义、无才无德的人啊！其实乌切本领哦，那是用在做人做事，是会当累积少济少济福德。福德，才是帮助修道上大的力量。你要换一个角度想看卖，用福德引导这个世间。利益众生。我啦，你是真无聊啊？是讲到未输，你话了解乌切款。啊，朱丽萍平常时，我连甲你讲这款话袂哦。讲到你捌咯，嘴手就拍个。哎呀，江多贤，我的八字你写唔对啊，我是旧历倒的生。不是虚伪，你不是我啦，立夏。你当跟你讨论乌切啦，还跟我笑？刚刚你唔知影？新婚来创地瓜，干咩？那大便拢是你去人问，大便拢是你硬的道理。我敢袂用爱摕你的土来搞你的饼，想要伤害我的心，请给我一拳。你干了啥？我口渴，卖个笑想要抓超越来施展助魂术。至于我阿小弟的啦，用你这么发力，敢唔知道跟我打？
给老亏。关注你了。